现在来到鱼市场，准备晚上的食材。他们的港口在那边啊，可以直接下货，然后到这边。干爆大葱，超传统的哦，带有鲨鱼耶。我也不太会挑鱼啊，还是烤这个。这不会好吃吧？还烤这个，这虾子也太多了吧？我是蛤蟆哎，超多的。那活的？对啊。哇，这烤的很帅，200台币。也太便宜了吧？35万买虾，这个虾不是贵的，20只8吧。这个是大只的，前面一般看到的大概18只8。这个鱼好新鲜，没有危险性。鸡翼、内脏、啥变轻？12.5千，台币300块不到。这么便宜？新鲜怎么看？看鳃呀，还有眼睛啊。你不是开餐厅的你？我还先没有学好。他说什么眼睛等一下就不好了，红色不好了。红是好的。从岸上。我在学。然后挑油直接这样翻啊，这样子。当然啦、啊，而且这边的鱼都好惊人。